来的呀。啊，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上一开头就告诉我，真话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啊，你要找我，真找不到了，我在哪里呀？啊，找不到我。啊，所以要真正的去修观呢。啊，在我们这个身上，你说头是我，那手脚就不是我啊。我只有一个，不能有很多啊。啊，成佛将来你只能成一尊佛了，不能成好多佛了。头成个佛，脚也成个佛，手也成个佛，你成那么多佛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你只能成一个佛。啊，所以你在这个身体头目脑髓五脏六腑找不到啊，哪来的我？我在哪里呀？啊，小乘就用这个方法，找来找去，知道真的没有过，啊，他就接受了，就能把身见破掉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这身上找不到我，啊，身见破了，就证虚陀洹果，入圣人之流。虽然没出六道轮回，永远不堕三恶道。啊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就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修行头一关，这一关是最难破的。这一关破了，往后就容易多了。头一关就是破我见。啊，把我见破掉。